今天我要教你们女神的校园穿搭风吧。那我有 butt， 恐高峰不会穿 skirt， 也不会 flirt， 所以呢，我就找了一个 bubble tree 的 girl， 青薇来做我的 model 吧。那青薇是个学生妹，即将升学读 college， 那现在呢，就是在准备考 SPM， 她每晚呢都在开夜车。他最近疯狂迷上了这个 Hotel Di Luna， 我要变 IU， 让全校的学长被我迷着，哈哈哈。他是说 IU 在戏里面的穿搭，他希望他这样子穿去 college， 可以迷死一众学长吧。睡醒了没有啊？这条水，小孩子，得长大了先啊。喂，手不够大哦，还不够大咩？哈，我多巴多巴信你啊！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先飞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教你们如何 low budget 也能穿像 IU 女神一样上 uni， 十二小星星，爽爽就霸气色爱心，俘虏全校的男生，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梦怡啊，不是怡梦。你叫咩名啊，女同志？我叫怡梦啊。怡梦，拜拜。啊，不是 IU 啊，忘了是 IU 听。来，如果你们有看好跳迪伦啊，你会发现那 IU 的 wardrobe 呢，有很多大红大紫碎花帽子、蒙纱蕾丝，还有一堆首饰吧。那这些 style 呢 ，handle 的来就很 edgy，handle 不来就很难低。首先，要打 IU 其实不难，你需要一扎卷毛。难道以为你那个白白头可以咩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阿莲的头发吧？那其实在这个 Hotel Di Luna 里面，还有穿很多这种碎花连身裙的嘛，因为这种碎花哦，它让人家有一种好像性感小野猫的感觉吧。那碎花裙呢，就自带一种异国风情的 vibe， 非常具杀伤力的吧。啊，记得裙子就不要太长，但是也不要太短，刚刚好在你的屁股蛋下面的2×6cm， 这就是传说中的绝对领域不。那然后呢，你就需要很多小配件。对直男而言呢，你穿的再有层次，都只是叫穿了衣服，没有配件就不叫打扮了吗？废哟。哇，这种反差萌，那越是反差就越存在幻想的空间吧。那比起谣言见佛，学长早被 IU 收服了的吧。那如果根据 Hotel Di Luna IU 里面的穿搭呢， IU 如果去上 college， 他恐高峰会选一件很 retro 泡泡袖的方领格子上衣吧。那这种衣服呢，它就比较蓬松比较短，所以呢它是很显腰身的吧。当然你要先有腰啦，然后再搭配一条很深色的牛仔裤，大方的来又有点小性感吧。那头发呢，你就可以选一些比较复古的这个发夹做搭配吧。那其实朴素不代表普通，更加不代表 no。 其实对我们男生来说呢，女生的魅力不一定是穿裙才可以表现出来的吧，越是反差越有幻想的空间的吧。那你想象 IU 骑摩托，哼，我不幻想我是摩托那个骑啊，啊不是，我是想我简直恋爱咯。那气质是要靠装的，要显得优雅高贵，你就不要当个金钱龟吧。那全身上下就不用贵的，你可以从衣服的款式pattern 颜色去着手吧。那比如说这种像 trench coat 般的连身裙，又是外套又是裙吧。那尤其是这种三排纽扣的设计，自带一种浓浓的英伦风味吧。那另外呢，头饰和耳环都有画龙点睛的效果。那我本身就很喜欢女生戴发夹，因为我觉得戴发夹呢是一个很 girly 的事，然后它又有一种复古味吧，一下呢带你回到去那种跳恰恰的年代吧。那都讲了，气质是要装的吧。那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挂上一个小包包，脚踩凉鞋、球鞋或者是皮鞋吧。那随便找个草地来拍照，天空比例多一点，随便装逼装逼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对哟，像不像一个在法英 U 留学的这个前景啊？那贵州米条裙是45块人民币咩？随便 po insta， 恐高峰就是一堆，你就好啦，你的生活，我的梦想，求带飞，这样的留言吗？那网红日常是非常的 busy 的，所以呢，你的穿搭要 easy， 甚至还有 personality 吧。那 tracksuit 就是黄道的吧。那穿 tracksuit 如果不想穿得好像穿睡衣这样呢，记得把你的裤脚拉高2寸，这样才不会变个矮冬瓜吧。而且还可以看起来更动感一点吧。啊，最重要是适合打卡、装逼和夜配，网红不用做咩，随便咔嚓咔嚓咔嚓。啊，这图呢就叫青青河边草，日常绿茶婊吧。那结论是，当不成 IU 没有关系，最重要就是让人家见你有一种 I love you 的感觉吧。 A wise man once said， 与其羡慕别人的女朋友很美很漂亮好像女神，还不如把你的女朋友变成女神吧，这样是更加快一点呢。女孩就像花，要细心照顾还有施肥，自然就越变越美的吧。要不然呢，你就要像我一样，前世拯救了宇宙，这一辈子才那么幸运的吧。那记得你有呢是要用来疼的吧，不是用来 prank 的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分享一次看个半次，看两下像为止吧。也要记得我的 page follow 一下，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根本是 IU 还是乔妹呢？
OK， 我要拍正面。我想要。OK， 找不到耳环了，好可怜哦。要扁嘴了。在我的衣服里面吗？等一下，在衣服里面。你这是什么？这是跳泰国舞吗？拉星星，拉星星，好像Lisa这样拉星星。哦，找到了。我现在懂了，你发呆时你是像阿 U 哦，你笑时像小妹。来，阿 U， 小妹，阿 U， 小妹，阿 U， 阿 U， 阿 U， 小妹。全校的学长被我迷着，哈哈哈！小帽，三二一 ，Action， 开！你就很苦恼，很 sad。我都不信你。